陈慧珊呢日为自知制作三年嘅星级教育访谈节目宣传，有份一齐构思节目嘅老公钟家雄都有现身支持。大会仲率先播放节目片段，17位星级嘉宾当中就有孙轩、胡杏儿同吴镇宇等等坐镇。杏儿当时陀 B 六个月都坚持飞去英国拍摄，就令到陈慧珊非常感动。大肚系咪六个月大肚？仲系六个月大肚，其实大家睇唔睇得出嘅？之前我问阿杏儿，你系咪真系上相机？其实我好惊啊，但系我亦都知道佢系好重要嘅，佢个故事。咁因为佢系喺英国读书噶嘛，咁所以其实佢系带住肚嘅。帶住肚去，咁其實我係好緊張、好驚嘅。但係佢都依然同我哋去做呢件事咯。除此之外，振宇哥都令佢獲益良多啊！真係啊，即係喺振宇身上面咧，帶出好多係以前我都聽過，但係喺佢個身上面同我傾咗好多次之後咧，我覺得係有啲嘢咧，因為我個鬼婆咧，我嘅性格就係好多嘢你係會去全程去做、去做、去做。我呢三年學咗就係有好多嘢，你一定要掌握一個機會，你一定要創造一個機會，跟住咧就要放手。個放手咧，咁宇宙就會話俾你聽，嗱呢個係呢個時候你做呢樣嘢啦，呢個係呢個時候你做呢樣嘢啦。但係當嗰個天話聲俾你聽係時候做嘅時候，你一定要係準備好。所以每一個 step 咧，你都要準備好。當嗰個危係咪叫危機？即係 opportunity。你創造的時候，你是會 ready 去接受所有的東西。